我想要请问韩彬哥，因为其实在这几天我们有听到一个风声，就是有一些蓝委他被列在所谓的绿营侧翼号召要罢免的名单当中，他私底下也有特别排时间，希望可以好好的问一下韩院长说，面对这种罢免问题到底该如何解决呢？问他这有点奇怪了，他自己就没有解决了，你问他不是很奇怪？这个没什么好问他的，我觉得基本上现在绿营这些侧翼在吵那些东西，大部分到最后都不会成案的了。嗯，我们昨天也看到新北的已经撤回去了。对，对啊，就是罢候的。他们自己不知道为什么内讧，连那个连署书都被抢走了，我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了。那我是觉得这些蓝委根本不用担心了。嗯，因为如果他们真的要罢免，那就来啊。我讲实在话，你谁告诉你只有蓝的可以被罢免，绿的一样可以被罢免啊？要来大家一起来啊。我们就来一个变相式的小规模的解散国会。可是你认为像发动对民进党立委的罢免，这也有可能会成吗？我觉得不是没有可能哦。如果大家要搞，因为他这样搞的一定会激化彼此的意识形态。对，那大家都激化的话，就一起来啊。那可能蓝的有人真的会被罢掉，那绿的也有可能会被罢掉，都是一样的、啊。所以大家都有危险的选区嘛。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没有什么好去恐吓威胁的、啊。那一些小绿绿在那边讲的跟真的一样，有种你就来罢、啊。我觉得刚刚好而已。像元智这几天我看到他，我就跟他讲，你不用担心啊。我觉得要罢掉他其实还蛮难的。他好像蛮担心的。我真的觉得没什么好担心的、啊。说真的，只要你正常表现，只要你该做到你该做的事情，我觉得台湾人大部分还是有理性的、啊。你要知道，过去被罢免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因为仇恨值太高，像陈柏惟啊，像王浩宇啊，像韩国瑜啊。对，我是讲韩国瑜啊，因为韩国瑜当时因为他高雄市长一选上，马上就去选总统，所以对高雄人来讲，他当时的仇恨值是蛮高的。所以我讲实在话，而且那时候也因为选举的关系，激化了很多仇恨值。你现在如果韩国瑜下来的市长，你要罢免他，就极度困难。我讲实在话，就是这样子而已嘛，一波一波的嘛。所以我觉得根本不用太过担心这种东西啦。安呐、啊，没有问题啦，那要罢就来罢，我们就是直球对决，没什么好怕的，你罢我就罢你。那倒是韩国瑜见许淑华，我觉得许淑华不要只推销他的咖啡，他应该要顺便教一下跆拳道，你知道吗？就传授一下，分享一下他当初怎么揍邱意莹的心得，准确击中标的物。对啊，就因为他是跆拳道高手啊，对啊，就要他来教一下徐巧芯啊，他们几个、啊、以后面对民进党的时候要怎么做，我觉得 OK 啊。对，因为这才是国会的这个心得分享嘛，大家彼此看对冲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去做。因为我估计未来立法院这种冲突还是难免，跑不掉了。很多法案可能还是要冲撞，还是要干嘛。老实说，虽然韩国瑜到现在才当了四个月的院长，我觉得他大概是历史上最辛苦的立法院长之一。基本上，因为过去几乎没有什么院长经历过他所经历过的这些事情，因为被推挤啊，我听说他内伤一大堆。对啊，欧车好像蛮大块，他也没讲。是，而且我觉得韩国瑜一定很闷，为什么？因为以前他也是在场下，在那边推啊，在那边动手的，现在只能够在旁边看，自己没有办法把袖子卷起来跳下去，对他来讲应该是有点闷了、啊。不过我想他的高度已经做出来了，现在就算绿营的人还是没事就要呛他，没事要弄他，可是你去网络上看就知道，大部分的网友对韩国瑜是改观的，嗯，觉得他是恰如其分。就算过去很讨厌他的人，现在也很少会骂他。我讲实在话，为什么？因为老讲他就是一个主持意识的人嘛。你到底要骂他什么嘞？对不对？你说他不按规矩，那你讲出来，柯建铭每天都说什么黑箱啊，不按照议事程序，他到底哪里没有按照议事程序？我觉得他至少比以前的游锡堃、比以前的苏家权都按照议事程序来吧，不就是这样子吗？所以这还有什么好讲的呢？所以我个人是认为。韩国瑜其实正在被民进党洗白中，特别是刚波基有提到的，我连叫你们尊重一下你们的卓荣泰院长都有事，嗯，叫你们服装稍微整齐一点，穿个西装，不要再穿球鞋牛仔裤。哇，民进党一堆在反弹，而且那天卓荣泰来的时候，还真有民进党就穿牛仔裤球鞋。而且我觉得斌哥你人太好了，你在前一天你就已经在各大节目呼吁说，你们是在尊你们的卓院长、欸。是啊，这很奇怪，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的礼貌。嗯，也就是说，也许你不喜欢卓荣泰这个人都没关系，但是你要尊重他这个职位，因为他是行政院长。那将来有一天如果赖清德来的时候，你也要穿蓝白拖、穿短裤去吗？你觉得这样是好的、是对的吗？所以我觉得，当民进党连这种东西你都要为了反而反的时候，其实你看网络上普遍的绝大多数都是认为你们有毛病，
你去跟韩国瑜争这个干嘛？对，完全没意义啊！人家是要尊重你们的院长，结果你们民进党还要拿这个东西来凑他，所以民进党最好继续这样做，你们最好不断的去做这种毫无意义的对干。到最后，你们的制度一定会越来越低。韩明哥，我们听到王义川的另外一头说法，看起来好像昨天讲话大声，刚刚金明哥也还原了他昨天的第一时间说法。可是另外一边，在抖音上面其实有疯传一个片段，就是王义川他其实有讲，只要有节目又要谈到这种监控题，电视台要谈那题，我就直接退通告，合理吧？不敢谈了嘛，因为已经被大家切割到不能再切割啦。不是，我觉得很奇怪。他不是很振振有词说这个是大家都在做的事情吗？不是很多民间公司都可以做啊，这是完全合法的事。他的说法是这样子吗？那干嘛不谈？你可以大谈特谈啊，你顺便帮你朋友的这个公司打打广告啊，不是吗？我朋友的公司就是可以做这个，他分析的非常厉害。你朋友多爽，马上接单接不完，对不对？国民党、民众党都可以找他做，不是吗？那你为什么不讲？为什么遇到这种东西要推通告？干嘛推通告？所以很显然你自己心里有鬼嘛，这是最基本的事情嘛。如果没有鬼，干嘛推通告？还是被下令要不能上这样的节目，不能谈这一题了啦。其实我跟你讲，很简单的，大概就只有那两家电视台，是啊，会找他，对啊，所以很暖啊，还好吧。他来来去去都是他的同温层，都是同温层。问题是连这些都不太敢讲这些东西，为什么？因为我相信民党内部有人已经叫他们讲麦公伟，对，就是这么简单嘛。因为这种东西是越讲越不利嘛，你事情剖析的越清楚，会第一个你要知道这件事情刚开始的时候，很多民众是无煞煞到底是什么，因为大家搞不清楚哪一些资料可以公布，哪一些资料不能公布。很多人讲说，真的啊，那种人流啊，很多人都在做啊。可是问题是，王义川讲的那个人流，跟一般我们这些观光局啊或交通部做的那些人流是不一样的东西哦。那个有你的政党取向哦，你开什么玩笑？而且通常我们做的人流都是在这个地区。来来去去的人，你一段时间，我们大概去估算他大概人来在这段时间聚集了多少，从哪里过来，大概是这样，然后离开之后往哪个方向去，大概就是这样子而已。可是王义川那个是可以去比对不同时间地点去做这样分析，那表示他掌握的个资绝对比一般的人流多得多。那请问一下，就是杨明刚质疑的嘛，一般的民间公司没有人委托的话，我干嘛去做这件事？我有病啊！我做这干嘛？那就是谁委托了嘛？是啊，谁委托的嘛？所以很简单嘛。如果我是检察官，我一定问王义川，到底有没有这家公司嘛？那你如果有这家公司，你就把资料给我。那如果没有，你就要告诉我你是胡乱的还是怎么样，对不对？就是这么简单了、啊。但是我认为检察官最后一定牵结了。牵结的理由就是找不到有王义川说的这家公司，证据不足。对啊，就是这样，因为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有这家公司嘛。因为王义川一定就不给嘛。对啊，就是这么简单嘛。所以王义川现在的策略就是我要耍赖皮耍过去，其实基本上就是这样。他可以把他硬凹去讲国会改革。是，对，所以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这样嘛。那但是问题是，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新政已成了。现在在网络上，大概你可以看得出来，八九成以上的人新政就是民进党在监控我们。其实我觉得这是很明确的，而且照王义川这样讲的话，他监控由来已久，恐怕从民进党执政开始就不断在做这一类型的监控，说韩粉也被列管，对，不然的话怎么会去比对这么多的资料？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正面的，正面在哪里呢？我知道王义川最后一定会抵赖，然后这些绿营媒体也不会再去深究，检察官大概也都会算，司法上你可能奈何不了他，你就算把他叫到立院问，大概也问不出什么挖沟来。但是重点是，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提醒了大家，我们相关的这些信令、相关的个资，我们到底要怎么样的妥善维护保存？然后是不是还能够任由这些电信公司看他自己高兴，随时把我们的个资卖掉？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这刚好敦促立法院来立这个相关的法令，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一定要赶快把它详细列好。因为大家仔细去看那三家，我们的三大龙头：中华、远传跟台科大。远传跟台科大是完全否认说我没有把这一类的资料给任何人。对。然后中华电信很奇怪，他只说我没有给王义川。但是是有卖别人。对。但我没有给别人，别人又给王义川，这个我就不管了。对，中华电信的讲法不是这样。他的讲法太有猫腻了。哇。所以这个很危险的，表示中华电信是有可能把这些资料卖给别人的，只是没有卖给王义川而已。而且王义川从头到尾他的讲法，我也要证明人家的清白，他没有说是他去买的。
是他朋友的公司里头有这个资料。那请问一下，他甚至没花钱呢。对，那到底是谁委托去做这件事？谁跟中华电信买？大家去想想看谁，自己去想想看。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大概就是敦促我们要赶快立法限制电信公司使用我们的信力资料。我觉得这一点才是最重要，在野党立委要马上去做这件事。韩冰，我偷补问一题，因为上礼拜我在同一个时间，他这个边缘我在问你说，就是看到这样的人冲出来，赖清德是不是很开心？年轻人都回来，你说他是蛮有成就感的。可是有这样的资讯，当这些学生发现他那天去，啊、他的个资有可能都被掌握的时候，你觉得会不会又掉一些粉？他帮忙拜了一些年轻票了？我觉得多多少少会掉，但是那一天如果有去现场了。绝大多数不会在乎，被洗的不要不要，而且还会觉得这很正常。因为你知道吗？我在网络上就看到他们的讲法、啊，他说不管怎么样，这是抗中保台，你知道这是必要的措施。抗中保台什么关系？因为他们觉得说去监控这一些死中共同路人的心灵资料是刚刚好而已。然后我们的科技已经到这种程度了，他这样才好，这样才是真正的抗中保台的行为。我当一个人已经被洗脑成这样的时候，跟他讲道理已经没有用了。我讲实在话就是没有用，就是要用民意，要用实力去碾压他们，跟他说是白费唇舌。你也和我一样爱吃米食、面食、甜点以及手摇饮吗？我特别了解你的烦恼，所以现在要跟你分享一个可以放心享受美食的超级好物，就是这个每日完胜白肾豆萃取物口含定，餐前30分钟一次吃两颗，吃大餐 so easy。旺旺出品的这一款每日完胜白肾豆萃取物口含定是柠檬红茶风味的，像这种夹链包设计哦，特别严选了北美优质白肾豆，获得了美国 FDA 的认证以及 GIS 健康许可。这个成分呢其实是很天然，而且品质安心有保障，所以现在就赶快上快点购，为自己的健康、自信与美丽下单。很重要的是记得输入推荐代码，因为会有额外折扣。